你陪陪妈，其他的事情让我们处理。你陪陪爸啊！妈，到了，头啊，别撞到哦。 要小心一点。这么硬，怎么吃啊？你是要噎死我啊？不能吃这个菜，这个菜比较嫩。妈，不如我去买一桌给你吃。 我不要住这里！我不要住这里！啊，我让我照顾你。我要去吴珊珊姨婆的家住。It doesn't look good. You have to be prepared for the worst. But she never told us anything. Well, she's a tough woman. We should get her to the hospital immediately. 爸，奶奶这样对待你和妈。 还为他难过。米西，米西，走了走了，我也要发烧。有人来这里都是看病的，坐在那里等一下。啊，米西。 苦大苦，苦大苦，苦着急。所有苦，也会多坚强。厝边，阿公要煮咸，阿嬷要煮正，两个兄弟。